情也太美了吧。刚差点误以为你没穿衣服。这视角的唯一只有你很漂亮哎、欸。等下没有时间了，你还可以回家。哎，没有，等下还有工作哦。我看一下小蛙。哦，这个是真的要回家的啦。等下去洗头发、化妆。我连衣服都没带。嗯，很棒，很棒，你很优秀。而且一大早每个人都在演神似，各自做各自的。对，现在太漂亮了，不要等。对啊，只有她那么美，这样是对的吗 ？Hello。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。哎、欸，大家都不动了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休息室日常。啊，对耶，我想到了，琪琪，你跟我一样，昨天都失眠了。啊，你为什么失眠？你为什么失眠？我10点半躺，因为没有让我能回家。然后我躺到快3点，然后说你喝咖啡啊？我没有，什么都没喝，完全。啊，我是3点才躺，然后还睡不着。我先不要去接了，你接会睡不着。啊，我也不能接。12点的时候，不接也会睡不着。没有，因为毕竟室友已经睡了，接了我就怕他吵醒。我昨天听到他讲梦话，我说哎，小米酒。小米酒。哎，喂，他们会互相伤害，不要这样。看一下哦，这个也是，哎、欸，穿那么漂亮干嘛？穿那么漂亮干嘛？等一下要跟你约会啊。最好是啊，明明就只是彩排而已。然后我现在看一下后面，后面也是有认真在练舞的女子们。看，认真练舞的女子，心拳肯定现在是在恶补。麦克是不是也没睡？看样子也是。看样子大家快崩溃了。旁边也在练哦。哎，但是我太废了，我都没有。要练的意思哦。哦，好大。嗯，我们是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你很优秀，赞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梯哈、哦，蛮大的，容纳很多很多人。这电梯真的超级大哎！嗨，嗨，早安，早安，你的眼睛好小啊！不会啦，赖可在旁边的话，你也蛮大的。看得到就好了，强求什么？哇哦，看一下我们的后台了。那我们说的女孩应该都到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二批了，好。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用走位的讲一次。哎呀，我这辈子现在讨厌两首歌，叫做 Queen Card and Super Shine。请问一下你的 Queen Card 跳了几个版本？另外有三个吧。三个。有原版的，然后有改编的，然后还有今天的。大家都很崩溃。因为我看新璇是目前整个早上最认真一直在练舞的人。因为我昨天我就想说好，我要练舞了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所以我根本没有练，没有练，就是崩溃。然后刚刚又看到哦，我又忘记北流的舞台其实是就是上面的观众对真的看得到人的，这是重点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然后我就想啊，看你到时候那样子，他都看，他都看到。我们看一下舞台上方吗？对啊，他们是从上往下，可是不是平视。这不是说你在后面就看不到，这里也有一个很认真在练舞。哦，这个昨天跟我刷一起熬夜，然后但是我不小心睡着了，所以只有他熬了。那他熬合理啊，他前两次练习都没来过来。哦，对了，也是。不会啦，我们的 like 记得很熟。照相权啊，有人说你可以拍吗？哎，那你不要过来啊。我会打马赛克，把你逼掉。让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口水，很可爱。你是刚刚去剪头发，这么漂亮哎、欸！他一早就这么漂亮合理。对啊，我就问一下，我就问一下，哎，你难看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不是啊，这个也完妆，这个也很漂亮哦。啊，这个啊，你看这个也有化妆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，那我自己就不要看了，因为大素颜。好了，我们出去彩排哦。氛围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。尽量不要有彩排的时候，你看看一下，但是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
队伍要把他对要把对对对对对。总之就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的脸都是能够被前面都能够看到，不能被挡在谁的脸后面。你知道现在在彩排，然后才六队，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画面很好笑、为什么有人坐在地上？哎，大家都好认真的一直在练习。他们两个是平台，对，然后他们可以往前也是看。大家都好认真的在练习。我的魂已经不在这了，还在家。我的魂还在床上，啊，准备下一队就换我们了。期待我们的演出吗？大家记得要收看哦。记得自己的。漏斗，你就厉害呢。张爱丽，爱丽，这里，我们算是我们还蛮会形容的。对啊，你两个台语就好的哦。忘掉。啊，我来话瑞丽，瑞丽，啊，不要讲啊，你的名要安怎讲？瑞丽。你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呢？他刚刚讲了，为什么我家永贞没有来？可能永贞唱的太好听了，不用彩排。他有来啊？哪里？他很嗨。不是你那个，你那是谁？哪里？找休息室。找不到休息室，家在哪里？确定吗？你确定是那个方向吗？怎么办？我们落单嘞！这里面真的是迷宫哎，无家可归。就问，我们找不到家。这里面好像一个迷宫哦，也太大了吧！哟，找到了！终于找到了。对，走吧，进去啊。那我要看呢、换衣服才更应该看呢、打开。可以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呀妈！